南无。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舍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其有女人闻我名字，欢喜信要，发菩提心，厌恶女身，寿终之后，夫为女相者，不取正觉。好，这一愿是第35愿，信乐永离女身愿。这在内本业当中属于是他国众生愿，那这一愿从愿名来看，就是闻信弥陀名号，产生清净信心，升起欢喜快乐，这样自然就会知持名号，其结果就永远离开女人的身体。好，可见这一愿是阿弥陀佛的悲心呢，是受他方世界女人啊，特别为女人所发的一条愿。好，那这愿的表达，法藏菩萨是这么成熟的，是我未来作佛的时候，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这是属色化的佛土，境界非常广大啊，不是说一个佛土、百个佛手、千个佛土，乃是说无量不可思议的佛土。这是阿弥陀佛的愿心广大、平等普度的一种心量，属奢化之境。好，那这些诸佛世界，每一个世界都有无量无数的女人，更何况是无量无边的诸佛世界，所以这个女人之多也是不可算计。好，那对这些他方无量世界的女人，如何去施受给她利益呢？还是名号。这些女人因为在她自己的国土当中都有佛在那里示现，都有佛在那里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啊，宣说净土法门。那这些女人有因缘听到净土法门，尤其闻弥陀的名号，那这个闻不是简单的听一下了，闻是包含着信的，叫做闻而信，闻到弥陀的名号，产生甚深的信心，由这个甚深的信心产生愿往生的心，由这个深信切愿就支持弥陀的名号，
所以这个文里面就包含着信愿行三之良，包含三之良的文就是叫文会啊，文会就会升起思会啊，忆佛念佛啊，升起修会，就是在事理两方面啊支持名号。所以这个文的内涵非常深邃。由于这个文性的这样的一个善根发露，这种信心就在内心升起了欢喜信要，升起大欢喜之心。一个女人在她人生当中，她会有诸多的酸甜苦辣啊，她比男人显得更苦，更不自在，更多的辛劳，这些来自于自身的烦恼和业障。所以女人常常有一定的自卑感，但阿弥陀佛的名号给她一种信心，这信心就是是心诸佛，是心是佛。女人虽能由业缘显现的女身，但是无量光寿的性德完整具足，不差一分一毫啊，又得闻阿弥陀佛为所有众生建立的一个清净庄严的刹土，在那里无有众苦，但受足乐，只要信愿称名阿弥陀佛平等普度，哎，他就内心升起了一种快乐，生命有一个光明的愿景。好，这就是欢喜信乐，就是清净信心之相。那一个女人闻信名号，有欢喜信乐的心出来，她的生命就不一样了，就像一块铁有磁性了，她的生命的层次有一个本质性的提升，就是她能够在这种欢喜信乐心当中生发无上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当一个女人能发起菩提心的时候，本质上来说她已经转女成男了。这就是涅盘经说，一个女人能相信自己有佛性，她就是男子。一个男子不相信自己有佛性，她也是女人。好，紧接着下面是厌恶女身，在他信愿持名的智慧光明当中，反照自己女人的身体呀，有诸多的缺陷。一个女人能够厌恶自己的身体，确实是她一个很大的进步。一个一般的女人，她生不起厌离女身的心，她不仅不厌恶，而且觉得自己身为女人很自豪啊，每天
身见我执很重，梳妆打扮啊，招摇过市啊，要把自己弄得啊回头率很高啊，他很得意。所以你看，一般的女人厌恶女生的心出不来，但我们看到百万富豪闭关出来分享的时候，有些女居士会常常谈到，通过这十天的念佛，她才对自己女人的身体升起的厌离之心，这是她智慧的关照产生的一种善根智慧的发露。何以故呢？女生确实障碍很重，女人的身体也比较污秽，烦恼孽障苦难多于男子。大家看《大爱道比丘尼经》呢，作为佛的姨母，那都是养大佛陀的。大爱道又全称叫摩诃波斯波帝。当大爱道要请求出家的时候，佛陀不同意，三次请求，佛陀三次拒绝。那大爱道就很悲痛啊，哭哭啼啼啊，那是阿难尊者看到这个摩诃波斯波帝这么痛苦，知道了他的要求，他就说我带你去请求啊。那阿难尊者跪在那里求佛呀，希望能够接受大爱道出家修道，并且以情来打动。你看大爱道对你有恩德呀，你都是大爱道来抚养大的，他现在有这个要求，怎么能不满他的愿呢？哎，这样。那在这种情况下，佛陀才提出八禁法，允许大爱道出家。那八禁法，大爱道以后受沙弥尼戒，受具足戒，精进半道，哎，得阿罗汉果了。但阿罗汉果当然也有六种神通。这些长老尼呢，觉得自己出家多年了，也证果了。那八禁法其中有一条，就是百岁的比丘尼也要向新界比丘顶礼。他们就觉得就通过阿难去问佛，我们这些长老比丘尼久修犯恨也证果了，现在还让我们为新界比丘顶礼，是不是这一条可以不这样呢？那当阿难向佛禀博他们这样的一个要求的时候，佛很深痛地告诉阿难，他们不知道女人进入僧团对僧团的比丘僧团的损失有多大。一千年的正法就由于他们出家减损了500岁，也大大 减少了世间人国王大臣外道婆罗门对比丘僧团的恭敬心就说了很多。那连阿难听了，女人出家竟然是对于佛法是这样的一种负面，他自己都很痛心的掉眼泪。就在这部经上就讲出了女人的过患84态呀，隐匿的有84000态，那是隐匿在
看不到的，但是呈现出来是八字试探，八字试探，迷惑于人，是男子不得道。这里提出的就是这些喜欢梳妆打扮呢，拨弄额前的头发呀，故作姿态呀，这个贡高我慢呐，嫉妒破坏呀，这个含毒骂戾呀，诅咒伤慈啊，说的这个，你看看这些女人的这种行为，唯有佛才说得出来了啊。那但是佛很慈悲呀，女人能够除掉这八十四态，就能够得度啊，正果呀，最终也可以成就佛果。所以这个厌恶女身是一个要求往生的女人的一个知见上的转化，也是说厌离娑婆心求极乐其实对男子也一样，男人也要厌离娑婆。厌离娑婆从哪里开始？从厌离自己的身体开始。女人的烦恼孽障更重，更要有一种厌恶女身的善根出来。好，这样就能得到往生的利益。这里就讲寿终之后，夫为女相者，不取正觉。寿终之后就是你临命终时，你就能够莲花化身。这里没有提出转女成男问题，在小乘经典多有经典谈一个女人怎么女身转为男子，修行几种法能够转。在声闻教里面讲，一个修行人，比如以释迦牟尼佛为例子，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要经过一大阿僧祇劫的修行才能够离开女身。所以转女成男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好，但在这里注意，用了夫为女相者，这里没有谈转女成男的问题。这就是大乘原教的一个圆顿的观点，就是这里有无相空的这种本体。在大乘佛法来说，一切众生的自性本体就是诸法实相啊，诸法空义啊，妙真如性呢，在这个心性本体当中是没有男相女相的。所以说有男生女生只是众生的一种孽缘的幻现。所以那个《法华经》讲八岁的龙女成佛，当时智积菩萨，那是他方世界菩萨，他也不相信，他是用通途的别教，不相信八岁的龙女怎么能成佛呢？那舍利佛更不相信，女人都有五种障碍不能做梵王，不能做帝师，不能做魔王，不能做转轮圣王，不能成佛。那女人孽障就有这五种障碍，让她不能住这五种身份，怎么能够成佛呢？所以这两个人都不相信。好，那这个
八岁龙女从海底出来，一出来首先是在释迦牟尼佛前歌咏赞叹佛德。你看歌咏赞叹佛德前面四句就有大乘圆顿的教理了啊，深达最福相，遍照于十方，微妙尽法身，具象三十二。深达最福相啊，这就是比如一个出生女可能是她的罪孽之相。这就八岁龙女说自己可能就是属于罪相。那佛是福德庄严相，这样相上是有差别，但是你深达罪福相，就是你深刻的了达罪福的差别之相，实际上它的本性是无差别的性体，心佛众生等无差别啊。所以十法界的众生的罪福的差别相都是因缘所生法，当体即空啊，当体即空，你切证到那个本体的空性，那你的自信的光明就能出来，就遍照于十方。那这个诸法空性又是清净的法身，微妙的法身里面，法身是无相的，又无不相的，所以实相是一切相好的根本。哎，就在这个微妙净法身当中，具有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啊，所以这个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是从实相里面出来的。但是这个相好呢，同时又在庄严这个法身。所以大乘经典都谈这一点了，这个男女相是幻相。维摩诘经那个天女戏弄舍利佛，那这个舍利佛看他辩才无碍，就说你何不转女身呢啊。那个天女说我妹女身了不可得，就用神通把舍利佛变成女的，他自己变成舍利佛，就问何不转女身呢啊，你也要转呢。那舍利佛说我都不知道怎么变成了女身呢啊。那这个天女说男女相了不可得。好，你看这个法藏菩萨的发愿，他是站在大乘圆顿的立场。一个女人信愿念佛，临命终时蒙佛接引，她在莲花里面就没有女人之相了，也不能说她是男人之相的，那是三十二相八十随相好紫摩真金奢的如来相的。所以一个女人确实在这个时代闻到念佛法门，这个大好的机会啊，不要错过啊！如果你还按渐教的方式，我先转女成男去修那个，那能不能修成也很难说，时间很漫长。所以一定要抓住阿弥陀佛给女人发的这个愿，你只要信愿成名，临终之后大丈夫身。虽然经典当中有很多对女人的呵斥烦恼的描述，但是你不要以为这是佛不要用女权主义的观点去看，说男女不平等，不是这个。要想到我们一切众生都是病人，阿弥陀佛是大医王，女人的病可能重一点，
所以下的药方剂量重一点，是为了治病的重要，不是说是嫌弃你，不是这个。你一个病重的人，剂量重一点，喝下这个药就能够病好，你更要生感激之心。啊，在佛的眼里，一切众生等同一子，尤其对生病的子女更加了一份慈爱。啊，你看这个这一愿就能彻底透显出阿弥陀佛对女人的那种悲心呢，啊，让她得到就近成佛的利益呀。那尤其是佛旋即在末法的时候，女人还是更精进，跟净土法门更有因缘。啊，《法华经》你看，药王菩萨本视频就谈到，女人闻到这品经，依教奉行，都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还特别指出女人的问题。好，那我们看《净土圣贤录》。哎，比丘尼和女居士往生的比例呀，还更高啊！啊，你统计一下，那就真的说明女人跟这个念佛法门更有法缘，阿弥陀佛的慈悲呀，它更能够相应。正因为女人很苦啊，也觉得自己水平不行呢，可能一闻到阿弥陀佛的这样的一个佛力的彻底的救度，他可能一往情深，一心归命，全身靠倒的心还容易激发出来，所以他容易往生。那些认为我凭智力就怎么怎么地的人，还往往还有障碍啊。啊，你看，《近代往生传》就谈一个，啊，清朝光绪年间有一个湖北的真女，她往生的公案，啊，这个真女呢也是善根深厚，她就发誓她不结婚，一心修行，啊，就受了菩萨戒，专门持名念佛。从来不跨出他的闺房。有一次他的嫂子啊，他有还有哥哥嘛，娶了媳妇，他的嫂子生了儿子啊，这个正在这个换洗那个尿布，他就叫妹妹嘛，说你过来帮下忙，我手不得闲。啊，可能那个尿布在距离远点，那个抱个小孩，他说你为我取那个尿布过来。那这个真女说，物心即佛心呢，物手即佛手，我不可能接触那个不干净的东西啊。哎，他不拿。不拿，那个嫂子就笑话他，你以后迟早你都要结婚呢，你都要学会养孩子啊。啊，有反唇相讥。这个真女就在这里一听也愣了一下，哎呀，也不得已呀，就用两个指头把那个东西啊粘过的给了他嫂子。那毕竟生活在世俗社会当中，他也渐渐长大了，父母也跟他选了一门亲了。哎，这个婚嫁的日子也定了。哎，你看很有意思，这个真女由于她发过愿，不想发誓不结婚嘛，所以在出嫁的前一天她生病了，显现生病样子，所以就告诉他父母，你给我赶紧安排后事。
他父母一看你这个，你都要出嫁的日子，还说安排后事啊。但是为了又怜爱他的女儿，就到市就去弄了一个缸啊给他。哎，你看他就坐在缸里面，那是出嫁前一天了啊，含笑向家的人告别，说西方极乐而信往生，勿以为念。就西方极乐，我这个我女儿很庆幸可以往生，你们不要挂念我。就在那个缸里面结跏趺坐合掌走了啊。这本身这比较神奇了，结果家里人就在缸里面呢让他入塔，就没有火化。等到三年之后开那个缸，发现体貌如身啊，那是变成肉身了 啊唯有那个两个指头，那个粘那个尿布的两个指头这个是变了一点颜色，就是灰墨色，而且可能还真的就像我手为佛手，它就是那个指节就要脱下来的样子。这就是他生前为他嫂子剪粘那个不净的衣服，让他两个指头是黑颜色，其他的都很好啊。你看一个女人真的对阿弥陀佛一往情深，是这样的自在的往生，是这样呈现生命的神奇啊。所以希望我们在座的女众好好的抓住三十五愿啊，到极乐世界成为大丈夫。好，请看下面，舍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字寿终之后，常修犯恨，至诚佛道，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好，这是第三十六愿，勤修必成佛道愿。这也是摄受他方世界的众生。法上菩萨这样发愿，若我未来成佛的时候啊，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也就是像前面所说的属实化的境界非常广大啊，诸菩萨众，就是这些曾经发菩提心要修行成佛的这些众生啊，菩萨众闻信我阿弥陀佛的名号，寿终之后，就是他以后生命终结继续修行，要常修犯恨。这里注意，常就是寿终之后，他这个菩萨要生生世世的恒常的修犯恨。犯恨就是离欲的清净心。楞严经四种清净明慧第一条就谈到对治，就是对治淫欲心的问题啊。一切众生如果其心不淫，则不随其生死相续，就是在他方世界秽土当中生死轮回的最大的烦恼就是淫欲心。
啊，淫心不除，尘不可除。淫欲心不给它消除，你轮回是出不去的。所以一个菩萨他要修行佛道，直到佛国的必由之路，就是要断除淫欲。这种断除淫欲，不仅是淫欲的行为不能有，甚至那个淫机、淫心的淫欲的机呀、淫为的心都不能有。这叫必使淫机身心俱断，断性亦无，于佛菩提悉可悉尽。那这个《楞严经》讲这几句，这个标准是很高的。你要出生死轮回，首先要断淫心。淫心就是不仅你的身业不能去有淫欲的行为，你的内心都不能有淫欲的念头才可以。啊，那就是你阿赖耶识的种子，淫欲的种子都要给它断掉。好，这个身心俱断，身体的行为和心里的淫念都要断掉。啊，这断掉之后，连断性亦无。断性亦无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要你还不能有断淫欲的那个原因的那种啊，断淫的原因还在这里，还没有究竟断绝，还是生死根本，必定是这个断性也没有，这才是你的淫欲的病和这个对治的药伤伤除掉，你的身心才是清净痊愈的状态。这就是空性了，无有幻象之性，才合一佛果菩提。这叫真因真果，才能成就成佛的大事。所以这里提出的身断、心断、断性亦无，实际这是谈戒律的三个阶段，啊，身断，身业上断淫欲，这是涉律于戒，律于方面的，啊，止持。心断，内心都要断这个淫欲的心，这叫定供戒。断性亦无是道供戒。好，那这个一切菩萨修行佛道，这个行持一定要清净圆满。但对于一般的众生来说，又是很大的挑战，常常是在这条戒上出问题。乃至可能精神卯足劲来勉强像那么回事，一转世可能隔音之谜、隔胎之婚，又前功尽弃了。无名烦恼还有淫欲的种子，一遇境界又起现行了。所以为什么动经无量经难以成佛啊？就是我们这方面的烦恼太重。法藏菩萨实际上考量了这一点，深知众一切菩萨修行的这种问题所在，所以这一愿的加持就是以弥陀名号的愿力光明。这个弥陀名号里面十二光炉呢，其中就有一道叫清净光。清净光就是对治我们的淫欲心的。这个弥陀的
名号光明，在护佑着信愿念佛的菩萨，让他生生世世常修这个梵恨。梵恨刚才讲是离淫欲的这种行持。为什么叫梵呢？你升到欲界梵天，就不能有男女的欲望，有男女的欲望你就升不到梵天，那只能是滞留在欲界啊，你到色界都要离开这个淫欲。所以这个淫欲这个梵恨，狭义的说是断淫欲的刑罚，这离欲为梵；广义的说，一切趋向大涅槃的万恨为梵，梵恨，这在《涅槃经》的一个概念。那在这个从初发心圆成佛果的全过程当中，都应该是要修清净离欲的梵恨，你才能够趋向大乘的佛果，以淫欲的心去修佛道，永远不能成佛。不仅不能成佛，你连欲界都出不去了。所以我们对治这个烦恼，佛经大小乘经典祖师大德开示很多比如经典会说，一个你修行碰到女人，特别美一千女人的时候，你做三种想。一种是亲想，亲想就是对于老者你做母亲想，长者做子想你的大子少者做妹想，是你的妹妹；幼者做女想，是你的女儿。你对一切女人都做母子妹女想，你尽管有淫欲心，你总不能在你的至亲面前去发作吧？这叫以理治欲，这是第一种想。第二种想做愿想这个你犯一千美女现前，她让你有淫欲的心和淫欲的行为，这是火坑呐，这是堕落这是轮回这是地狱你做冤家对头想。第三要做不净想，这个美女是什么？就不是一张皮吗？这张皮下面是污秽不堪的36种不净之物，就是一张画皮嘛，就是一个花瓶里面盛满了大小便的东西你要做不净想，生厌离心。所以对于修行人，尤其是出家修行人，一定要持好这条戒，修清净梵恨在家居士也要至少要做到不邪淫那这个梵恨，华严经专门有一品叫梵恨品，这个梵恨就是离开一些污染的极致称为梵，即这个梵为行就叫梵行。这个梵行它有体用的关系，这个梵的体性实际上就是一切众生自性清净心你了达这个自性清净心，你就会升起一种无相界。这个无相界是一行具足一切行，一切行的平等，
你依法具足一切佛法，就叫清净泛恨，成就慧身不由他物。你在泛恨的本体当中清净不造作，从他的用又能够升起清净的妙用。好，所以这就是更高层面的无相界。无相界就是有持，虽能持这条戒，但没有所持之相。所以这个常修泛恨，从他的事上和理上有深浅的不同。阿弥陀佛都在以他的名号光明加持他方世界的菩萨，圆满这个泛恨的行持，直到最终成就佛道。中间于其中间不会有任何的犯不进行的行为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尤其是五浊恶世欲界修行的众生啊，如果说菩萨，我们也算初发心菩萨，一切受过菩萨戒的都叫初发心菩萨，也属于诸菩萨众的一员。那我们烦恼厚重，就得要仰靠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的加持。因为阿弥陀佛有这一愿，只要闻信我的名号，念念执持，就能够今生乃至近未来际的生生世世，保证我们修持圆满泛恨，直到成佛的目标。如果这一愿不能实施，就不成正觉。好，请看下面。舍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诸天人民，闻我名字五体投地，起手作礼，欢喜信要，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好，这是第37愿，皈依感动天人愿。这也是摄他方世界众生的。好，法藏菩萨这样发愿：如果我未来成佛的时候，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这种属奢华之境跟前面表达一样啊，非常多的世界。这里诸天人民跟前面诸菩萨众不一样的身份，诸天人民业力凡夫，身份漏劣，但能闻信我阿弥陀佛的名号，他就五体投地，产生了信仰了，对阿弥陀佛产生了五体投地呀。五体就是至诚的顶礼呀，五体投地，起手作礼，就是五体，就是我们两个胳膊、两个膝盖加上头啊，我们礼拜都是这个五个部位都在地上啊，起手啊，你磕头呢，在地上还稍停一点时间啊，然后摊开双掌啊，接佛的足啊，
这以我们比较高的头来结佛的足，表明至诚恭敬的样子。好，那这种顶礼的仪式是表达我们对阿弥陀佛名号功德的信解，升起大欢喜之心，升起清净的信心，升起愿往生的心。所以欢喜信要也就是发菩提心了，深信切愿即无上菩提，由菩提心的引导之下修菩萨恨。一般通途讲菩萨恨就是六度万恨了如果从净土法门来说，就是一心持名了，专持名号实际上专持名号跟六度万恨，它恰好在大乘圆顿佛法当中叫依法具足一切法莲池大师在弥陀疏钞有一段精辟的开示，就是一心念佛能具足六波罗蜜。这可能社会上的学者和一般的通途教理的人这佛法人，他可能很难接受这个判言，怎么一心念佛就能具足六度万恨呢？那这里面有大乘的圆顿的理念，以及这个知识名号的深刻的诠释佛德为至德的这样的一个认知的话，你是很难信解这个判言的。那莲池大师是这么表达一心念佛，万缘至舍，即布施波罗蜜。你一心念佛吗？这个世间上的一切你都能放下，因为这句佛号当下成了你整个的生命，外面的一切都没有关系了，自然舍掉了。这就是布施波罗蜜一心念佛足额至止，即持戒波罗蜜。你一心念佛，心安立在清净光明的佛号当中，你不会去犯戒吧？你一切的恶心恶行就被弥陀光明给他扶住了，所以一切的恶心恶行自然止住，这就是持戒波罗蜜一心念佛，心智柔软，即忍怒波罗蜜。前面讲你蒙佛光弥陀光明铸造的这些人能够身心柔软超过天人，所以当一心念佛的时候，接纳弥陀光明的那种铸造，那前面阿弥陀佛已经发过愿，只要接触我光明的人身心是极为的柔软一个身心柔软的人，他当然就是忍怒波罗蜜嘛。我们身心不柔软，我们才会对视嘛别人骂我一句，你为什么骂我我要骂你两句你为什么打我一拳呢？我要踢你两脚他都是这个。那你身心柔软的人，他不会这个样子好，一心念佛永不退堕，即精进波罗蜜。那怎么理解永不退堕？你一心念佛，弥陀的光明当中有一束光叫不断光，这个不断光是让你的行持不间断，有进无退，
哎，这就是精进波罗蜜啊。一心念佛，余想不生，即禅定波罗蜜啊。禅就是静内呀，至心一处啊。我们一心念佛，属西缘之境是万德洪明，你就不会有其他的妄想杂念了啊。你不升起其他的妄想杂念，你就能得禅定了，这就禅定般若蜜啊。一心念佛，正念分明，即般若波罗蜜啊。你一心念佛，这句佛号灵灵不昧，字字清楚，这就是你在修观照波罗蜜，有实相般若升起观照般若，切证实相般若啊。好，这就是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诸天人民啊，这个欢喜信要支持名号修菩萨大恨。好，下面就是诸天人民莫不致敬，这就是能得到的第一。这一愿法藏菩萨是非常的细致啊，在他方世界众生都是看重有形的东西啊，所谓的成功啊，发大财呀，当大官呐，有很多的物质的享受啊，啊，有很高的知名度啊，这是大家所要去追求的。财声名是谁呀？而对于精神层面的、信仰层面的、心性层面的，常常会漠视。特别是在这个五浊恶世，一切精神层面的、心性层面、智慧层面的被边缘化的时代，真正念佛的人是得不到他人的尊重的，一般是这样。你看人家都忙着赚钱，你在念佛，人家肯定就嘲笑你，你甚至是要骂你。你看看啊，什么事都不干，就知道念阿弥陀佛，你头脑进水呢啊。所以现在确实很多念佛的人都不敢在单位上或者在公众场合去念佛啊，念珠都不敢拿，怕别人嘲笑。啊，一个凡夫他做一种信仰修行，老是被别人嘲笑打击的时候，会让他产生后悔的心、退转的心。因为每个凡夫都希望自己受尊重嘛，如果总是被打压，而且打压的这个力量还很主流，他就觉得你看人家都不念佛，我念佛被人家嘲笑算了吧。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心理氛围啊。你看《法华经》对于那个读诵修持《法华经》的人，如果去诽谤、嘲笑、打骂，他的罪过比骂佛的罪过还要大。何以故呢？因为佛不把你骂，他能够八风吹不倒，但凡夫众生怕人家嘲笑，怕人家打压，他会退转。好，你看法藏菩萨他要发这一愿，你一个真正念佛的诸天世人，
能得到昨天世人的恭敬，哇，这个是了不得啊！还确实啊，你真正去念佛的人，虽能他开始会嘲笑一下你，但你真的动真格的持戒念佛，世间人会尊重你的。比如你持戒，你不喝酒，他可能啊喝一点嘛，这有什么关系？那你真正不喝酒，他心里会佩服你。啊，这个山珍海味在这里，你真正不吃，就是吃点蔬菜，他内心会佩服你。一切众生都是尊重戒德的，你不要怕他嘲笑。好，你能够念阿弥陀佛，你目的是为了成佛度众生，哇，远远超过他的生命追求呢，他内心不会佩服你吗？那是人中分陀利化呀，稀有人呢，他内心会尊重你的。更何况一个真正念佛的人，他的整个精神层面他跟人不一样的，因为他跟世间人的追求不一样，于是他内心展示的光明面不一样。一个念佛人是会放光的，世间人看不了解，诸天鬼神知道，所以诸天鬼神看这个念佛人他会很恭敬的，因为他知道你念佛的时候会有光的，很至圣的。所以在这个世间，一切念佛人当生或者往生之后得世人恭敬的那是太多了。我们全且不说那些祖师大德，像永明延寿大师啊，阎罗王都在阎罗殿里面拿着永明延寿大师的像天天顶礼，这不是得到他的恭敬吗？啊，王日修居士暂着往生之后，他那个家乡泸州一带家家户户设他的像啊，向他顶礼啊。你看这个《净土十要》里面记载，那个元朝有一位念佛老太婆，那是元朝正好是一个饥荒啊，死了很多人，那死亡的人都堆在六合塔的那个后面啊，一层一层码着。哎，其中有一个老婆婆，哎，她很奇怪，本来放在今天这，她也饿死了嘛，放在这里，第二天她又到上面来了，你再在上面堆了呢，第二天又到上面来了，哎，几次之后大家就很奇怪，为什么她的尸体能够到上面来，就找原因，把她的尸体抬下来，从她的口袋掏出叫念佛图，念佛图就是原来古代念佛有个记述的本子，那本子有佛像也有那个莲花的格子啊，功课册啊，也知道他是念佛的，而且20多天尸体不腐烂，都是在第一层哦，所以官府都觉得这个老人不简单呢、啊，就对他特别的礼遇，买了一口棺材给他装进去，然后给他火化。哎，火化的时候，那个火光当中现出西方三圣，那杭州一带的人就觉得念佛很好，念佛的人很就多起来了。这也是能得到人天的恭敬呢、啊，所以念佛行人，哪怕他是很贫贱的人，他真正是念佛了，得人恭敬。
我们大佛净土院设了两个往生的铜像，一个黄打铁，这是社会一个比较卑微的职业，一天不打铁，一天没有生活。结果一边干活一边打铁，打铁三年打成了这个叮叮当当酒店成钢，太平将至我往西方，那个锤子一放，看着阿弥陀佛像面带笑容走了。你看一个打铁的，如果是从世间法来，谁会跟他做铜像呢？我们却在净土院给他塑了一个铜像，这不是对他很高的礼遇吗？你看那个鹦鹉是畜生呐，畜生道啊，禽兽啊，我们也给他做了一个铜像啊。哎，这个鹦鹉也不简单呐，一听到佛号，他就每天念呢，而且还过午不食啊。以后临终时念往生火化，还烧出了不少的舍利子啊。所以当下那个唐代有一个从五台山过来的比丘，一看到这个情况，跟他还做了个塔呀。你看，这是念佛的鹦鹉享受的极高的恭敬待遇啊！能出现这种情况，现在我们一千多年之后还给他塑铜像，你看这种恭敬度够高的吧？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这一愿呢，八藏菩萨发的这一愿。这些闻弥陀名号的五体投地能够念佛的人，能得到诸天世人的致敬。我们两个铜像放在这里，一方面是对这两个往生众生的致敬，另一方面也是启发后代人都要见贤思齐。好，请看下面。舍我得佛国中天人，欲得衣服，随念即至，如佛属赞，应法妙福，自然在身，有求才逢导染，幻浊者不取正觉。好，这是第38愿，妙福自然在身愿。这条愿是摄治国众生的愿，就是摄受加持极乐世界本土众生的愿。这个妙服就是指比丘穿的袈裟、法服、坏蛇衣。它自然就是法尔自然的就在身上。实际上这一愿是阿弥陀佛发愿令往生者不受衣食住行之身用具的拖累，这些满足基本的生存念头一动就有，没有生存的压力。不像我们这个世间为了点衣食啊忙一辈子啊，而且为了 这点衣食住行啊造作种种的恶业啊。你要种点粮食，你这个根地园地啊，那里面也有很多众生呢，伤害了。你要
穿这一身好衣服丝绸的，也伤了多少的船的生命呢？所以我们得点衣服本质上也是在造种种的恶业。那法藏菩萨考察他方世界众生是这样的，为了有点基本生存啊，不得安宁，造作恶业，身心疲惫呀、啊，甚至好像人的一辈子就是为了点吃喝啊，饮食男女呀、啊，除了这个好像就没有更高的追求了，你就说更可怜了。所以法藏菩萨发愿啊，这个在我未来成佛的时候，往生到我国中的天人，这天人一般就是指待业往生的人众生了。这里一切生存之愿就特别选出了衣服啊，他希望能得到衣服。那衣服是一种文明的象征了、衣冠嘛，一切动物出生是没有衣服的，但人是能够穿种种衣服的啊。一方面是为了遮蔽羞耻，不要露形嘛，另一方面也是在庄严自己的形象啊，这叫佛要金装，人要衣装啊，啊，那人啊，你穿 一套很好的名牌的衣服，你精神为之一振；如果你穿得破破烂烂，那自己也不好意思。啊，你穿的衣服很庄严，好像自己的尊严感、被别人的尊重感，它都会油然的出来。啊，你穿的破破烂烂，也好像自己也会破罐子破摔。啊，你穿的很庄严、很华贵的衣服呢，哎，你自己不会啊，坐也得好好坐啊，也不要搞脏的衣服啊，啊，回去还要熨一熨呢，保证好一点呢。哎，欲得衣服，它是一种文明的心态。那极乐世界的天人要得这个衣服，可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衣服呢。它不是布的，也不是麻的，更不是化纤的，它是七宝的衣服啊。那七宝为衣服，我们都想象不出啊，到底是什么感觉啊？那七宝都是很有光色的，很华贵的，而且还有香味的，啊，非常柔软的。好，那这些衣服应念即至，就是随顺你的念头，马上就在你身上了。啊，这里就用比喻，应念即至，就好像佛陀对那些善根深厚的比丘赞叹他，善来比丘，有些善根深厚的要在佛那里祈求出家，佛说一句善来比丘，就须发自落，袈裟披体，那这都是像讲神话一样的啊。佛教就是不可思议啊，这就是善根呢 这就如佛所赞印法妙福啊，印法妙福就是印，就是如法的三衣，
这是出家人啊，这个沙门修行圣道的标志。一般这个印法妙服叫袈裟了，袈裟就叫坏色衣了啊，不能是正色啊，那一般是三衣啊，这表明佛弟子住中道，不多不少啊，就五衣七衣大衣啊。所以所占的印法妙服印这个三世诸佛修行佛法的这个奇妙的衣服。但是我们不要以为极乐世界的往生者就是穿坏色衣，我们这个世界是穿坏色衣，但极乐世界的往生者，他这里比喻只是比喻，应念而至，衣服自然披在体上，在这一点做一个比喻。罗佛所赞印法妙服就是善来比丘袈裟自然披体，就自然在身啊，这自然就是法尔自然，任运，不是需要造作的，不是需要人为的制作的，就是法的自信自然。有求财风导然幻浊者不取正觉，这就是指这个自然在身的衣服，它离开人为的制作。裁缝嘛，现在一般制衣服我们都叫它叫裁缝，裁就是你要裁度人家的心量啊，袖子多长啊，什么款式啊，这个缝就是要用针来缝这个衣呀 这叫裁缝啊。这个导就是这个古人制衣服啊，要春导，这个导链使这个颜色更为洁白啊。这个染就是染上各种颜色，这个换和着就是你衣服穿旧，穿了一段时间穿脏了，你得要洗这个衣服啊。你洗了衣服，如果是丝绸的，你还得熨它啊，要挂好，然后再第二次穿了之后又要洗，所以这个世间穿点衣服都很麻烦的啊。现在幸好还有个洗衣机呀，还省了点人力啊。要么你洗一点厚重的衣服还不容易呀。所以古人特别妇女一天每天的行为就是端着一盆子脏衣服到河边去洗衣服，就用木锤子在这锤衣服这也是女人的日常家务啊，也蛮辛苦的啊。好，极乐世界没有这些，不需要你去制衣服，不需要你去染衣服，不需要你去洗衣服。啊，这就表明极乐世界那种快乐啊，那种自在啊，那种福德啊，那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福报呢？而且是最好的七宝的衣服，还不要你任何的劳心费力，这真是法藏菩萨慈悲之极呀。真的是证得极爱一子弟呀，让这些往生者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不要被那些生活琐碎浪费宝贵的光阴，这些都很容易解决，让你一心去修行佛道。这就是现在那个家里子女的话，
那父母很慈爱啊，你好好考重点大学，你不要干家务事。啊，这个心理，这种心理状态有点相似。啊，但这个世界你不让小孩子做家务事，可能他以后什么都不会做了。但极乐世界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好，通过这个依附意念而至，实际上一切极乐世界的生存啊，支撑用具都是意念而至。比如另外一个重要的饮食，其实极乐世界往生者并不需要饮食，他是禅悦为食，法喜为食，但是他有习气呀，他有吃饭的习气，所以念头一动，哎，七宝薄气自然现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哎，饮食也是意念而至，这是一。还有住，住的地方也很重要啊。那有七宝的宫殿，你住的房子不是钢筋水泥的，是七宝的，而且是念头一动，这个宫殿就现前。这个不仅是一个宫殿，而且整个的园林都跟你，那你想要什么园林配置啊，保持啊，行树啊，地毯呐，这些装饰物、庄严具也都应念而具。好，衣食住，再加上行，要到他方世界去，你的交通工具是什么呢？也不需要制造的。极乐世界的交通工具就是那个七宝宫殿。哎，它张开是个宫殿，合起来就像一个飞碟一样的，可以遍至他方无量的世界。所以这个衣食住行等等这些，一概都是意念而至，这个对修道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上缘。庄子里面有一个成语叫香炉以沫，说这个鱼本来在水里很自在，忽然水少了，干涸了，所以这个鱼呢就在那个湿泥巴里面没有水，那泥巴里面这个鱼和鱼就靠得很紧，相互的帮忙，你涂点水墨给我，我涂点水墨给你，这叫香炉以沫，好像是非常高尚的样子。实际上，哎，忽然水又来了，水一来，这个鱼就水也不会，因为它已经满足了，叫相忘鱼有鱼，在水很丰沛的时候，鱼和鱼之间相忘，不需要相濡以沫。所以这个世间有各种社团呐，各种商会呀，各种都是在为了同舟共济呀，相濡以沫呀。如果真的是他物质生活各方面非常丰富的时候，他可能也不一定非得要抱团嘛。现在有个抱团取暖的概念，老年人养老也抱团养老了，买点东西也抱团团购了，就是由于匮乏嘛。如果你很丰盛，哪需要这些东西呢？好，所以极乐世界法藏菩萨法，相忘于有无，自得于佛道，让他很逍遥自在，不受那些物质性的生存性的比较低层的东西给挚爱自己。你自得于佛道，这个佛道就是无为大道，
你在那里很自在，很逍遥，很放松，很安乐，哎，然后在那种状态当中，把那种实相无为的性德用你的悲愿缘起，你种种大乘的行持，这就是自利利他嘛。那自利利他的这种行持，是从你自得于佛道，离开一切的生存压力所呈现出来大自在的境界，从中也能理解极乐世界的这种世界，它就是世事无碍的境界，一切由你的念头回转。你说这个饮食衣服宫殿，你的念头一动它就现前了，你的念头不要了自然消失了。那现前从哪现前？来无所来，消失，消失到哪里？去无所去。这就是心能转物，即同如来。在我们这个世间啊，爱因斯坦在上个世纪发明了一个号称是发现宇宙物理的一个奥秘的公式，叫质能互变公式。一就能量等于 m 质量乘 c 就是速度的平方，也就是说质能、质物质和能量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啊。这个能量是物质加上速度，速度越快，那个物质所释放的能量就越大。所以原子弹呢、氢弹呢、中子弹就是根据这个原理来制造出来的。那就是原子弹的这个制造成功，说明这个公式是正确的。但这个公式也在告诉我们，质能量啊，质量可以转变为能量，等价的能量也可以转化为质量。但这一点现在地球的科学还做不到，但极乐世界已经做到了。你的念头就是个能量，你的念头一动，物质就现前了。但在这个世间，我们也有念头，也有这个念头就是能量，但我们的念头不纯，散乱，它聚焦不到变成物质的那个临界点。那极乐世界的念头很精纯，很有力量，所以它能够念头一动，你想的那个物质就现前了。这样极乐世界可不是一个超高科技的世界吗？啊，完全符合科学道理的啊。所以我们要由衷的相信法藏比丘这个愿，一切衣服一念现前都是七宝的，一切饮食也都是世间最好的饮食，美味佳肴，一切的住房都是七宝的宫殿，一切的飞行器啊都是最高的材质啊，这些这么美好的享受的地方在等着我们，我们赶紧念佛求往生好了。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